快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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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了！完了！我激斗机啊！我完激了！斗机啊！耗了铁坏。喂喂喂！欧的开轰应该是被静音了，好吧？至于是谁呢，我不太清楚。应该是，哎，我当时我记得贴的应该是我和拉奇，对吧？那我没，我是知道我的身份情况下的话，刚刚王爷和猪猪公主两个人追了过来，对吧？追了过来过后，如果不是他俩进的音的话，那就是拉奇进的音，好吧？灰拉拉好像动了一刀吧，在右边过。灰拉拉动了一刀是吧？那听话，灰拉拉怎么聊？不不不，跟恩简怎么死的？我刀的。他们两个是链子，但我不知道是好人链还是狼人链。我正义啊，我刀的那个恩简，我刀了恩简啊。然后刀了恩简之后，恩简跟布布在，我是这样子的，我布布布恩简，我们三个人一起在这个电击室复活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他们不拉着我去饭堂，他们拉着我在武器房。然后这个时候，那个。不不不，那个恩姐就盘问我说我是什么身，我说你盘问我是什么身份，我盘问 你是什么身份，然后我直接一刀就把恩姐给嘎了，然后我把恩姐嘎了之后，恩姐跟不不不两个鸡腿在我面上看爆开了，我正准备拍紧，然后轰就拍进来了，啊，我好人带刀，我真的好人带刀过了，嗯 ，OK， 我在外面做任务，出去有任务条过。我到了苏苏，我跟猪猪复活在一起，复活在剑桥这边，然后他上来直接跟我说，他说他是好带，他要去刀我眼，然后左边动了刀以后，我就把苏苏给刀了，苏苏在我旁边嘛，他紧贴着我，但王爷为什么没刺，猪猪公主怎么没的，我没有太看清左边就是是谁动了刀或者是怎么怎么样，这是我所有的信息，没有其他的了，过。那都不报警的吗？认刀但是都没报警，反而是在现场的肉汁报了警。耗子没有提到的一点，轰轰他是个肉汁，那么当时我本来说我跟轰轰挡刀对吧，但是耗子在了，在过来了，这个时候我们三个人在一起，我心想反正不是我死，那就是反正轰轰他肉汁，我肯定能为他挡到刀。这个时候猪猪追着王爷他们来到了饭堂，这个时候我人堆里面有五个人，我这个时候就很怕刀的人，然后看不清楚是谁开的刀，所以我往下走了一点。那么猪猪死了，耗子也没聊，那在我这耗子狼王爷也好不到哪里去，但这一刀耗子开的对吧，你看轰轰投票了，那应该是耗子，反正我的视野里面看到的是耗子刀了一个人，然后王爷在旁边轰轰报的警，就这样。那我觉得这把可以先出这个开了刀的耗子，因为他没认刀嘛，然后娜娜跟太医再聊，好吧，过。王爷怎么发言啊？那在我这边的话，那耗子肯定是铁狼呀，对吧？猪猪是怎么死的，我是没看清楚。然后西恩、苏苏，反正太医这边的话，太医跟娜娜两个人都是好像带刀嘛，好吧，我这边过。那就按拉吉说的，耗子动了一刀。耗子动了一刀，那为什么？耗子敢在肉汁面前这样动刀，那说明身上有队友，他说一首王爷在身边是吧，那无论怎么样先出耗子，猴哥是一张往饭堂跑的牌啊，饭堂外跑的牌，不知道猴哥你自己好好聊啊，先出耗子过。我还好好聊，我就再有一秒你就要把我嘎了，我往那饭堂外边跑的时候，那十八这个鼻后边撵着我，是不是想知道没有人的时候给我杀人灭口，这十八这一步什么好牌啊，我奶奶奶都狙了，你非要等他投票了再狙，就是就是我服了。奶奶奶都狙了。好的，肉汁这把我还能保护你，
大玲他们肯定拉不了。谢谢老大，我有了，我给猴哥啊，你吃了我，你是真赢不了了呀，猴哥啊！啊，你狼啊！你吃啊！没事，我再拉一个陪你。嗯、啊、谁给我门关了？猴哥，别出去了，猴哥！不出去，他们走了吗？那。那关我干啥呀？别关我呀！这，那关我咱们唠唠嗑吗？哎呀，我很急呀、啊！哦，嘿嘿，左哥，哎呀，轰哥漏汁，王拉奇能点出轰哥这漏汁，还能盘出耗子到了人是吧？耗子那我好了，愣然了是吧？然后这边的话。小橙子发言做了任务我没注意看哦，因为做任务去了，没看他那个任务条，反正先不管嘛。猴哥进去不拉你用了，先出猴哥。我身份大家知道啊，我先点票了啊，过。那就出我吧，够呛了这。十八 Z， 加拿大过。我就出你孙悟空过。嗯，我什么身份？我秃鹫过。哦，那你别跟着我呀，我没吃的给你呀、啊。啊，桃猴哥过。桃猴哥。投降吧，孙悟空，投降吧。外面全是猴人呢。我阳了，我阳了。真的，真的。猴哥，你干什么？猴哥，你干没吃，我是吃人的是吧？猴哥，叼了人过来的。吃了个狼啊！哦、嗯，我随便叼一个。对了，我是个啥？我黑雷捞的哇！我是个啥？哦，我奶奶奶奶去了。我是个啥？感谢猴哥。感谢猴哥。感谢猴哥，感谢猴哥，感谢猴哥，关门，来杯奶茶。关门，什么王爷？这被吃了还关个门，把醍醐关里面，我的妈！吃完给我关进去，要给我同归于尽。哎呀，真的是。哎呀，你那一张办卡，感谢。哎呀！感谢改名的一张办卡。啊，感谢！我是漏汁儿，再把我死不了了，我也别过去，过来，出来，出来！漏汁儿，我是漏汁儿，我跟猴走啊！哦，哎，我是鹅，我是鹅，你是漏汁吗？别说鹅了，那鹅哪有好人呢？我好的。完了，猪猪耗子，那王爷说漏汁了，猪猪说跟他都是链儿，我就感觉不对嘛。然后我本来是想刀猪猪的，我直那拉奇，王总探头，一个王总探头，我就把拉奇给刀了。耗子、猪猪、铁狼三具尸体，好吧，我就这么跟大家说。拉奇我刀的。恩姐耗子刀的、哦、王爷猪猪刀的，好吧，耗子猪猪两狼先头，聪明的女人猪猪过。先看，我想看他们怎么聊。我在外资位还准备到饭堂呢，出生在食堂，准备到娱乐室的时候就不太行了，还没什么情况都没看见，过了。太医耗子猪猪公主三个人斗了三刀，哦，那太医是好的，那太医是好的，那我们先把耗子投出去，我直接开票投耗子。我以为三郎斗了三刀，我站在那个饭堂牌里的右边吓闷了，然后太医拍的紧进来的，投耗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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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。不用保我那保，那太医都说投我，太医你捞的吗？你狙什么呀？把自己狙死了，我真的是服了，过。
啊？出猪猪啊？不是出猪猪吗？那会娜娜不是跳出来印搁那儿分？是的吧？我心态一样，出猪猪啊，太一被狙的、啊，在我这儿过了。等一下，都没点太一死前点票没啊？太一死前点票，我们就点猪猪；太一死前没点票，我们就点耗子。为什么？猪猪不想我们出耗子，有没有听出来？有没有可能耗子是那个刺客？不可能太一自己打洞啊！太一点刷拿出来，对吧？嗯，轰轰，你说，我听你的，你说出谁，我出谁过。但是如果耗子拿刺客狼的话，他不应该打洞的吗？他有这么聪明吗？我不知道。耗子智商在线了？那我不知道。娜娜说要出耗子，然后猪猪。是吧？任狼牌说太一是队友打中了，力保耗子，那出耗子呗。猴哥可以过，过。不，不对，很明显，猪猪是一张硬狼牌。他说是什么呢？他说：“哎，你不用保我。”然后给我们制造一种假象，让我们觉得，哎，他不是刺客狼，其实他就是那个刺客狼。我们这把出猪猪肯定没问题。直接点出过 Old K 轰轰发言。首先太一是没挂票被狙死的，我是觉得可以投耗子，我不是说要分猴哥的票，猴哥也没投，然后主要耗子的反馈比较大，你知道吗？他直接就在聊天了，开始发感叹号了，给我的感觉他可能觉得自己还想再帅一点，所以以宁波心理学的角度，我觉得我们出耗子没什么问题。我怕后面就是你们还有扯七扯八的，反正这个位置你们耗子也不信的啊，我直接把它投了，好吧？我归耗子，好吧？我归耗子，所有好人一起上票耗子，好吧？过。我真服了，猪猪投猪猪啊！我靠，我复仇啊！哎呀，我刀的王拉奇，王拉球猪猪撞到，然后太一跟他刀了恩姐，我靠！哎，他我投了，我投猪猪，啊，我真的服了。别急别急，投猪猪啊，我知道你很急，但你先别急。真的假的？搞得跟真的似的都耗儿子。投猪猪啊，哎呀，我信了怎么办？没错，急了，我信了，他打动我了。算了，就这么地儿，出都出去了，就这么地儿。小橙子一个人往外跑了，猴哥。哎呀，哎呦呦呦呦呦。可以刀珠宝啦，可以刀珠宝啦，我来我来，我刀不过看啊，那来，哦，哎，喂，哦，我跟你在一起，我跟你在一起，等等，我去找，哎，把小橙子出了，小橙子提壶，小橙子提壶，叔叔身份我知道，但我不会说你，好吧？这个关灯我肯定是出小橙子的，他在旁边把布布吃了，灰娜娜没有吃，小橙子是提壶啊，先把小橙子出了，零我拉了，我感觉耗子儿上把出去的时候确实可能我归错了，但是问题不大，好吧？如果按你所说你把王拉起刀了，我先把提壶出了，场上应该狼坑没有那么多吧，应该是够的，好吧？出小橙子，出小橙子，过过过，他是提壶，他吃了布布。OK， 坏坏帮我弃票怎么做，出去帮你们吃人过，踢不了票啦！轰轰哥，我跟你说，我觉得耗子没有跪错，他就是急了。投小橙子过。兔兔公主发言，小橙子，你这暴露的有点快，我想说关个灯，对吧？你挑摸吃两个，我再挑摸刀一个，我们不是无敌，是不是？哎，过。阿、哎、姨。我不吃怕被刀了。来啦，兔兔。来，你别不来，那宝你来。来饭堂，一决高下。来饭堂，好，来饭堂。我先给你们修个灯啊。对对，你修了，我去把猪猪刀了。OK OK。来来来，我去刀，让一下。你们跟我走开吧。OK OK， 不是去饭堂拼刀，他去拼了，看有没有腿儿呗。
想关我不可能的，我去找他，你们右边，我左边。Okay, okay. 不是得要一个人跟他后边就完了呗。啊，那我刀一个直接捅了不就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真的真的真的。我期待你变成鸡腿的那一刻。啊？不可能。你刀一个，他刀一个。我说轰轰、啊。我必刀过四零九零。哦。那我们站后，让他刀，我们没刀的。他躲哪儿了？我刀。哦，我知道他在哪了，我知道他在哪了。你不要把书写好了，报警！哇，真没打过，这不跟你来，你能刀过吗？可惜了，我加拿大大哥，加拿大，加拿大，你早说呀，整这么多事儿，整啥保镖呢？对你加拿大就被定住了，得到你们，红红没关到，开不了。对，谁想关我？我跑出去了。这个最好是狼队有关、啊、你知道吗，他们上帝视角看得清楚。我想关他，然后我按的时候就慢了。最后一把了，兄弟们。最后一把了。给这么个玩了。完了，我的皮套卡住了。猴哥怎么说卡住了，怎么说怎么说猴哥怎么说最后一把怎么说？不用怎么说，茶换茶，一换一，走吧，先不换，不急。下我有对象。哎呀，逮住我对象。裸点双狼，恩姐。当我面刀了猴哥，我复合猴哥在一起，然后恩姐和猪猪是聊着上来，猪猪应该是仍然烈啊，仍然烈，然后恩姐直接上来就刀了猴哥，好吧，我刚好走在猴哥后面，被我听到他们要筹划的大事啊。仍然烈的话，那先出恩姐吧，那先不出猪猪，出猪猪不好出，出恩姐啊，过。我先暂时放下你这张不说。我还有一个信息是，小橙子和猪猪也在饭堂，王野在我出门的时候是活着的，我跟浩子儿去对身份了，好吧，他身份我知道，他被拘我全责，他铁好，好吧，他在我这铁好。小橙子和猪猪，哎呦，我确定我走的时候小橙子猪猪中间就是王野，在娱乐室王野也倒牌了。你们后面聊吧，过，西恩姐这张牌先重点听一下啊。浩子发言，没错，很怪啊。我和轰轰两个人，轰轰知道我的身份了，然后我们从武器房上面走的时候，然后我看轰轰是应该要做那个打飞机的任务，然后呢，我往左边走的时候就看见恩姐冒了个头出来，我觉得恩姐一个人从娱乐室走了出来，我觉得这个行为不太好啊，再加上18这一踩，恩姐刀了个人，我觉得可出恩姐过。这把我没有什么信息，我在池塘淋浴接附的活，那个麦克风支架出了点问题，我调了一下，然后这个时候就拍戏拍戏了。那再听一听吧，我好人啊，我这把好人过了。当时，在饭堂，然后轰轰他往上走了是吧，然后我往右边走，我遇见了灰蓝狼，我在饭堂的时候我不知道啊，当时王爷还活着的，我往右边走遇到了灰蓝狼，娜娜看到我了吧，应该过了。尿个尿过，给点身份信息过，那就出恩姐。虽然我看见小橙子，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在左边动刀啥的。我能保苏苏过，没信息，没信息过，没信息啊！但是我有对象，我对象待会儿躲起来啊，躲起来，躲起来过。带刀了就把猪刀了，快快快，他点坏，他点坏。对象不会投我一票吧？这谁投我一票吧？我点的。哎，不，怎么说？
咱们商量件事情好不好？下把不管好坏，你能不能保护我一次？没有下把了，在最后一把。没有下把了，最后一把，没有下把了是吧？那明天呢？明天怎么了？不好意思啊，不，你的嗓音有点高，我只。哦，偷小裙子，那个猪猪公主我刀的啊，偷小裙子，刺客长走了啊，偷小裙子，偷小裙子过，什么玩意儿啊？会上了，我没听明白，反正是我刀了猪猪，惠娜娜给我刀了，惠娜娜把 EBZ 刀了，然后惠娜娜第一轮给我爆的是加拿大，我不知道了，我过了。我觉得先出小陈哥没问题的，好吧？耗子可以聊一下，第一回合我这里不好的牌就是小陈子、猪猪、仙姐，好吧？耗子可以归一个过。OK， 我来归。轰轰两轮没动我刀，但是轰轰没报身份。小橙子在我们现场，但是他并没有想动刀的那个冲动，因为他在娱乐室的下面，然后在那里说：“哎，报身份怎么说？刺客郎没了，报身份怎么说？”哎，其实我觉得他这个发言啊，你们都说小橙子不对啊，但是他这个发言就是主动说：“哎，我们报身份，只报身份。”感觉像是好人啊，我是个通灵，轰轰没报身份就有点奇怪了，因为第二轮虽然他全程跟我走一起没对我动手，不排除他可能是那个深水老鹈鹕，对不对？小橙子想要报身份，那我们听小橙子报身份怎么聊。现在啊，惠娜娜报警位，对不对？他毕竟是个报警人。十八 Z 不会是加拿大吧？哎，反正他报警人嘛，叔叔跟他走一起，他也没到叔叔。那么小橙子聊身份，他说的好的吧？其实我们出轰轰吧，他没报身份，过。不是，你给他们搁这分票啊？那都说了出小橙子，那就出小橙子，怎么出轰轰呢？好人这么多，那下把再打轰轰呗。你不是爱轰吗，你哥？出小橙子啊，出小橙子，出小橙子再盘轰轰过了。出不了一点啊！你不是我一开始给猪猪搞了个那个跟踪者的那个表嘛？如果我给王爷弄了，那我就知道是王爷被知道了，所以我当时不知道情况，我往右边走了，对是不对？我也说了，我也把身份报出来了。过。回来了，我刚刚没反应过来，投你，小橙子。猪猪不是说了吗？他有个链子啊。我刚刚没反应过来，猪猪公主和 EBC 是链子，你知道吧？这好儿子真是个逆天。刺客走了，我说帮你翻个身份。我刚没反应过来。那这耗子真鬼使啊！这耗子不是爱轰吗？你看，你不是这么脏的我小子，黑耗子看不下去了。上来没了俩中立，那就没办法了。没办法了。怎么说他也很骚走走走走走走